大家好，我是月光老师，接下来跟大家预报3月29号礼拜二个星座的运势哦。运气特别好的三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水瓶座，会有长辈啊、贵人啊关照你哦，很多事呢都能够顺心如意。第二个呢是母羊座，自我实现，然后非常的有能量的一天，而且走路有风哦。第三个呢是狮子座，投资方面的运气呢非常的稳定，而且感情方面呢也蛮顺利的。特别要注意的两个星座，第一个是射手座，情绪有一些起伏然后思考比较负面，自我设限要调整一下。第二个呢是处女座，你的主管呢、你的家人呢可能不同意你啊，打压你啊，让你感觉有点泄气。在幸运颜色及数字部分呢，风象星座朋友是粉红色，数字是2；火象星座朋友呢是淡绿色，数字是3；水象星座朋友是黄色，数字是4；土象星座朋友墨绿色，数字是8。